佳敏，你看看前面这一尊是什么呢？老师，这是不是菩萨呢？对呀，这是菩萨。那你知道谁是菩萨呢？知道啊。菩萨菩萨有千手，千手千手大一碗，一手一个大悲心，一手一个大智慧。大慈大悲大智慧的都是菩萨，那我真是菩萨啦。